不是烤鸭是烤鸭呢？说这皮儿啊脆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做个哈尔滨的菜，叫炸紫苏。来，用心做好菜，吃出健康来。先看一下啊，我们这肉，这是下五花啊，下五花，这边肥点，嗯，把它呢烤一下啊，把上面这个水分给它沾干，擦干都对。必须烤一下吧啊，烤一下子把这个腥味去掉一下，有毛根毛茬的地方直接就给它烤了啊。颜色呢深点好啊，看看啊，这深的颜色这样，哎，来朋友们看一下，用这个清洁球啊，这么轻轻一刷就下来，哎，把这个皮儿刷净以后啊，下锅，开锅煮上十分钟啊，把这血嘴子给它紧出去，紧到什么程度，断生啊，断血就可以了。来朋友们看啊，这是六两面烫上三两水的面就可以了啊，一多半凉水，好，这样就行，把它揉成光滑的面团。来朋友们看啊，面和到这个程度，看看这个盆里啊，少加上一点点油，不要放多啊，有点油就够啊，这样再把这个面呢压一压啊，用这个手攥成拳头往上砸啊，这样啊，多油那么一小会儿，哎，这样就行，一会儿这个就光滑了啊，咱看，好，来朋友们咱看一下啊，现在呢它这个收缩这个形基本上定型了，但里头呢那个还有这个见红的肉啊，见红的肉那都无所谓，现在呢我们最关键的事儿是这样，分成三条啊，这是一条啊，这带红的，再来一条，这样呢再下锅继续炒啊，让它断生。好，来朋友们咱看一下啊，把这肉捞出来放到这儿，来朋友们看一下啊，葱姜花椒下锅炸一下啊，怎么炸一下，再喷上点酱油料酒，哎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葱姜花椒再加上点白胡椒粒儿，没有白胡椒粒儿呢，咱们放点白胡椒粉也可以啊。把胡椒粉用勺这么给它稀释开，然后呢，再多放一点酱油，一半酱油，一半老抽。好。颜色呢调成红色啊，酱红色。过去的老师傅做这个呢是用这个蒸碗蒸啊，在饭店呢你就不用说了啊，拿方盘蒸，洞察的方的那种方盘啊，下到电锅里蒸，过去没有电锅，搁笼屉也是搁那里蒸啊，一蒸蒸好多，咱们这是少，咱不蒸，搁这个锅里炖也行，可是炖至酥烂。来朋友们看啊，把这个料酒放在里面，再加入盐，盐量给它大一点啊，在煮制的过程当中往主料里面入味儿啊，蒸也是一样啊，他们俩的道理基本上差不多啊，蒸呢能保持圆形圆状的好看啊，这种呢
容易扒锅，是吧？但是咱们说，要是咱们在家做这点东西扒锅就出奇了。好了，等待。来，朋友们，现在呢已经酥烂了啊，酥烂，说是我们黑龙江哈尔滨的菜啊，这个呢还是宫廷菜，慈禧太后啊和这个光绪皇帝啊都吃过这个啊，后呢进宫里了。这个菜呢地地道道的说是哪儿的菜呀？河南十大名菜之一的。好了，这个呢先把它晾凉，咱们再过油。来，朋友们，咱看一下啊，把这个六两面分一下等份啊，这样然后呢把这个忌口啊朝上啊这样摆到这儿。来，朋友们，咱看一下啊，把这个面筋儿上面给它撒上点面啊，先刷奶油后撒面，这样的话呢放在这块醒发一会儿啊。擀一下，翻一下，这样呢擀出这个效果好，圆。来，朋友们看一下，放上点油，两个。来，朋友们，咱看一下啊，撒往上点上点油，不要太多，这就可以。这个呢别让它上虎皮面啊，鼓起来就可以，熟就可以。真软。嗯，真软。好，再来半分钟，这就熟了。朋友们啊，看一下，哎，好了，把它翻过来啊，都这样。好了，朋友们看一下啊，把这个肉皮面啊，给它刷上这个大红泽醋，我这大红泽醋和白醋两样，食指不用这个大红泽醋啊，我这个白醋剩不多了啊。现在啊，朋友们，咱看一下。咋样下锅能效果好啊？不崩咱们自己，这是关键。现在呢，油温是60度，咱里头这个火候炸2分钟啊，然后咱们再看。来，朋友们。咱看一下啊，还得加上点，别出现问题。哎，炸着这个颜色没炸好啊，我再刷一遍醋。刷醋的目的，炸出的脆啊，口感好，特别皮儿。来，朋友们，咱看一下啊，这样下锅。啊，干活在家干活必须这么干，别帮着自己。哎，这就可以了，这回敞盖没问题了。炸至3分钟啊，控制好火，我现在下面的火都关掉了，看一下啊，这样炸。来呀，朋友们，往前来，咱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这个颜色，来个特写啊，再看看这个脆的程度。哎，这就可以了。然后呢放到盘子里稍凉一下啊，要没法切。咱们在家做这个菜
就注意点火候就可以啊，和这个干活这个程序啊，做出来都是脆的啊，特别这皮儿啊非常脆，不是烤鸭似烤鸭啊这么个说法啊，肉里面的肉呢也非常酥烂啊，它不管是皮儿酥啊，肉也是酥烂，放在中间。来，朋友们，咱们看一下啊，这个菜就做好了。做这个菜呢，有个要点啊，这不是说不是烤鸭似烤鸭呢，说这皮儿啊脆，这皮儿脆，在煮制的过程当中啊，肉不能让它过于酥烂，过于酥烂，你想让它多脆，那就不可能了啊。另外呢，这道菜必须是配荷叶饼啊。咱们今天烙这个就叫荷叶饼啊，还有这个烧饼啊也可以，必须少不了甜面酱，甜面酱呢里面可以加点白糖香油，上锅蒸上那么个20分钟啊，我这个没有蒸，你知道就好了啊。然后呢放点葱丝，放点肉啊，这个肉呢啊就这个吃呢要是热的啊，非常热乎刚出锅的，像这样就吃着肥的才好啊，这样这么卷一下，朋友们啊看一下，来替大家伙来一口。事实上呢这个就是烤鸭的味道。好，今天就说这么些，有什么需要呢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，谢谢诸位观看。